你喝你的呀，行，那让开始喝水了。吃了辅食之后，他就可以要开始喝水了。Good morning, guys！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频道，我名叫 Harold。一大早，我们家已经弹尽粮绝了，我要全副武装出门去采购。米娅已经给我列了所有的购物清单，这回去。这速战速决，赶紧把要的东西买够，我们就赶紧回来，不在外面瞎溜达了。米娅在家照顾诺儿，还是不翻是吧？不翻，最重要的就不翻。凹造型的来着。走了，来。拜拜。哇，今天还有点热呢，今天最高时将近120度了。最近看新闻，新西兰昨天为止确诊已经70多例了，虽然说大部分病例在奥克兰，几例在惠灵顿，我们基督城目前没有，但是无论在新西兰哪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病毒不会提前告诉你它在哪，因为现在在全程封城嘛，我感觉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起来的比较晚，上早上的超市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我们就早上出发，早起的鸟儿又虫吃，Let's go。整个 lockdown 期间的车流量比平时还是少了很多的，因为现在是全城封城嘛，没有特殊活动一律不可以出门。你看，小鸟都进来了。买了超级多，后面还有。哇，这是今天所有采购的东西了。我这回去超市，大家也看到了，在超市里面所有的人100%都戴口罩，这点新西兰人做的还蛮好的，就是比较听劝。要戴口罩就都会乖乖的戴上口罩，既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也是对身边所有人的一个负责任吧。我买了2 tray 鸡蛋，又买了这一箱金猕猴桃，那一箱上次买那一箱已经吃的差不多了。肉卷儿方便，比较方便嘛。干豆腐，你看萨其马，老豆腐，葱，早上的葱的东西，2袋速冻水饺，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外卖嘛，所以说速冻水饺也比较方便一点。菠菜，我买了胎菊去去火，泡泡水去去火。最近温度越来越高，大小伙子火力旺，上火了，满鼻子都是泡。意大利面，上回做意大利面没有意大利面了，用那个面条做的。butter。鸡肉哦，这回买肉买的挺多的，买了两个鸡肉，2个肉馅儿，牛肉馅儿，一块牛肉，一块羊肩肉，沙拉菜，必备的2桶牛奶，在家无聊，买点饮料喝。椰汁，这个是 Amelmilk 椰汁，也是杏仁奶。我给诺拉买了点这个试一下，它写的6个月加，诺拉可以吃。面包，哇，一块大猪排，正好它腌完了，直接扔到烤箱里面一烤，11.385一顿饭。
还是蛮爽的。小薯片儿、鱼肉啊，这个坚果、小胡萝卜给那儿做辅食的，酸奶，哇塞，感觉还好多，香蕉。苹果、腰果、橘子，而且看满满一大桌子。这回可以更安心的在家隔离了，无聊的时候可以吃吃零食、做做饭。然后露娜。对了，因为现在新西兰发现更多的病例了嘛，所以说新西兰全境延长这个 lockdown 封城，之前基督城是3天，现在7天，然后具体会不会再接着延长的话还要再等通知，但是好在这两天天气都非常的棒，大家可以在家好好的休息休息，做做花园，然后吃吃零食，怎么样？嗯，任务完成就可以了，棒棒的。消了个毒，换身衣服回来可以抱 Nora 给大家看 Nora 小脸，热的哟，热的一下起来了，然后 连脑袋那个什么的，本来睡得好好的，Nora 火力也旺，实际这天气热了，他也就开始起热疹了。哇去，穿的不多，不多，就一下。今天多少度？你看了吗？19度吧。19度现在，嗯，这么小，就开始北京瘫了，就喜欢这么坐着，舒服哈，这么坐着舒服，他喜欢这么坐着。然后今天正好是23号嘛。我们家 Nora 正好6个月，半岁啦！哎呀，正好6个月，哎，你是想这件想了好久了是吗？啥呀？你想那种骑你脖子那件事，对呀，想了好久是吧？对呀，有家里有个小闺女能骑脖多幸福啊！因为现在天气好了，气温也高了，就可以直接开着门了，就可以呼吸着新鲜空气，然后一边玩着了，是不是？啊，那边给他放着音乐，这边可以愉快的玩耍了。Hello， 小姑娘。哎呀，出来晒晒太阳。嗯。换一身凉快的衣服。你说是不是太凉快了？你说不凉快，好热的我们。嗯，我怎么感觉房里边那些植物要遭殃了呢？对，开始现在开始拽了就。对呀，反正都是落地的这种。没事，等它会走了就彻底遭殃了。露娜也遭殃了，那就开始拔毛。现在已经开始拔了。You look at me like I'm crazy.When I shut my feelings out, you look at me like I'm different. Still you stay 'cause you feel something real. Get so lost in my moments. Doesn't mean I don't need you. I fell in love with your colors. They kinda tell me what I'm thinking.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ay we are. And the way we live.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us And the reason why we stay We fly around like paper planes They never know where we will fall Nobody can see us Still they wanna tear us apart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way we are春天来了，各种水仙花是第一批开的，白色的，哦，这种水仙花呢有黄色的水仙花呢，有大的，这是大的，这是小的，插插花，喝喝茶，去去火。哎，那玩意儿睡着了。你喜欢这个还是
你喜欢大的还是喜欢小的黄奶？都好看。都好看是吧？嗯。白的好看是吧？嗯。好。来加水。这很简单，嗯，剪下来一插进去就行了，很简单，这不挺好看的吗？好看，好看，哎呦，你是，就放客厅了，季节性的嘛，过两天有别的花开就换成别的花。那就拿走吧。嗯，这样好一些是吧？挺好看。做凉皮儿。笑得这么开心吗？就人生第一次做凉皮儿，你知道吗？人生第一次不至于吧？真的，真的，真的。其实你之前做过凉皮儿。那凉粉儿。OK。这凉皮儿，凉皮儿要洗面嘛？就是我是拿那个叫什么洗，叫什么厨师机洗的。试一下，我不觉得我先试一下这稠不稠，稠了的话估计得再加点水。就没有那个专门的厨具，就你只能拿这叫什么蛋糕模具是吧？嗯、蛋糕模具还是个活底的，希望能成功吧。这落个灯在家就各种研究新菜了。嗯，可以这么说吧，先试一下，这是第一张试验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子。这个厨具不给力，就是然后转匀。第一个实验的效果如何？裂了。这就进水了，哎呀，不行啊！第一个尝试惨不忍睹。哎，第二个试一试吧。感觉这次能成功吗？选，哎呀，这个又不平，这个，然后你看，就挂不上。我们小姑娘醒了，带小姑娘过来看看妈妈做饭。哎呦，吐了！看妈妈做饭吐了。这个叫凉皮儿。翻车了。翻车了。大型翻车现象。嗯，还行，凑合吃呗。不是这个东西，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没事，熟了就行。你看这儿，这不熟了吗？熟了。估计也就只有我了。咋了？翻车之后要炒米皮儿，希望别炒成一锅碎的啊、哦。出锅了，这是原创菜，对吧？这个是原创菜，没毛病吧？完全没有毛病。鸡蛋炒凉皮儿，炒失败凉皮儿，天哪！就是炒面皮儿，做这个还挺难的，那个面得洗是吧？不是，洗就算洗，我是拿那个叫什么厨师机洗，厨师机洗的。但是就是。别整了，本来想做凉皮的，对，就整了多大的阵仗，你知道吗？我心里想的可美了，你知道，我把这都蒸出去，面筋都蒸出来了，但是想象与现实总是那么的。这个是买家秀，这都不叫买家秀了，这叫杂店秀，翻车秀，对，这翻车秀。最起码还可以吃，炒可以的，炒鸡蛋，然后再放点酱油酱，然后还有孜然是吧？嗯，炒点辣椒挺好吃。谢谢，真的，有点像那个炒冷面的口感。